3月13日晚，有网友爆料晒出《还珠格格》大电影项目书，照片中显示赵薇监制，苏有朋导演并饰演乾隆，杨子姗饰演小燕子，徐凯饰演五阿哥，文咏珊饰演夏紫薇，张哲瀚饰演福尔康，而林心如和秦岚特别出演，分别饰演夏雨荷与五阿哥生母于飞。如果真的如此，真的是妥妥的一波回忆杀了。1998年版的《还珠格格》不仅创造了收视神话，也是成为了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。而《还珠格格》每一次的翻拍也都受到很多的关注。可以说，《还珠格格》不仅在当年火遍全国，几位主演如今在娱乐圈也依旧是风生水起。对于这样一个神仙阵容，你是否期待呢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